卡多。我觉得问题这是一个整体要搭配，我觉得我应该会电影看完这个剧情。立国还走了？没有，而且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在看任何作品之前先去做，我甚至连预告我都不太喜欢看这个，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个。小时候全部都背得很清楚，但是现在最近有点忘记了。那哭那么差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记得。最近就是我刚从 LA 回来，专辑做了新的大概三四首歌，所以现在继续再把它做就好。然后下个月会有新歌，所以。那你等等。演唱会等我专辑出来之后，我会办一个算是发表会，然后刚好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做一个自己演唱会了，所以下次会来。谢谢。